是上半场啊，这里地图是永绵镇，低保是拿出了雕刻家啊，这套阵容的话搬机械师，然后再搬了一手昆虫啊，昆虫还是要搬的。不搬昆虫搬佣兵，其实我觉得雕刻家会更难打啊。这套阵容雕刻家是可以打的，他，今天分析他们的天赋我都分析错了，但是啊，我觉得我分析的还是有道理。我觉得这把呢，低保其实是可以带个传送的啊，它可以破板，然后挽留带传送，然后传送找到先知，对吧？比较舒服的前期呢，消耗一下前锋的球或者佣兵的道具什么的，是一个比较常规、比较适合的一个打法啊。这边带了个传送。因为你上来带个闪现，这套阵容你追个前锋收益很低的，你就除非你带闪现，你得哦，他这边带了个张狂也行，张狂也行，你带个闪现，你得就是上来天湖开局找到先知，那你是赚的，对吧？你击倒这个先知可能60秒，对吧？前面打一刀或者雕像夹一下什么的，反正乱七八糟一波打，然后闪现一刀带，那起一个比较快的击倒节奏你是赚的。但如果你没有这么舒服的一个开局，找不到这个先知，你带个闪现是亏的。你消耗一手，对吧？反正我张狂就更加不怕逛街了。现在大家慢慢的又是把张狂拿出来打了，为什么呢？就是遇到这种不好抓的，然后我待会儿要传送的阵容，我就，对吧？我就逛街嘛，逛街的时候张狂续存在感。好，这边反手传送到这边的先知 ，nice， 很舒服。这里黎明的先知有鸟，但这个位置不是太特别好，不太适合。哎，夹，好的，这边有没有机会封住 ？nice。哟，这一波先知是想要上车的，结果这边的一个雕像非常精准的一波推，这里好像还想等车，但是低保明显不想给这个机会，一夹 ，nice， 帅呀！今天低保这个人好像牵不起来，前锋在旁边虎视眈眈，前锋。低保这边其实雕像不要交，这雕像留着来防前锋的撞会更好一点，在面前，对吧？放一波雕像，然后前锋撞，万一被啊也行吧，牵起来的话，前锋要不撞救，先知是有鸟的，祭司的话应该也有洞，一波拉球撞救，先知有鸟，祭司那边有洞的，因为这边祭司的洞是零个，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他已经在外面打了两个辅助洞了，而祭司的位置的话，应该是在中场至少有一个洞感觉。先知这边拉顶鸟吃一刀，这边低保不想打这一刀，我想直接把这个先知给带走，前锋再一波撞，这波前锋的发挥还是非常惊艳的，几波撞都是挺舒服的，让这个先知，但问题是这边这个点能不能转出去，目前来看因为先知他的一个走位是没有往中场去，他可能也是考虑到就是如果我真的穿了这个洞转点了，万一倒在队友的密码机，这边雕刻家离二阶其实不远了，可能会被打一个那个压机的一个情况啊，密码机会被干扰的，所以这边是选择就在这边地图的这一半逛，一刀蓄力刀差一点没扭过来，这边再补。哎呦，这里的一波慢慢的被这个先知拖起来了呀，先知这边的鸟已经吸了 80% 了，地包这几刀都短了一点点，这个鸟马上好了，下一波的话救下来就有鸟了。拖的话这边拖的时间还蛮久的，不过倒的位置的话对于地包来讲还行，倒到了，哎，他这边是想要挂到独洞这边去干扰前锋的机子，压住这边的这台的话已经修了 80%。那佣兵前锋这边再一波撞救啊，这波撞救因为交流过，先知是能吸出鸟的，所以说这边再一波，但是这鸟没用出来。怎么说呢，我刚刚还没讲完，我刚刚想讲的就是这边的话其实是可以选择什么，前锋拉走让佣兵来救，因为佣兵手上有个薄命嘛，这边佣兵来救，救下来以后佣兵把这边的机子点开，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，然后他们这边交流过以后知道先知是能吸出鸟，所以说这边是想撞救以后让先知吸鸟顶鸟走开，这样的话呢不干扰到佣兵的一个休息节奏的，但没想到这边没能成，这个鸟没能顶出来，血亏啊，确实血亏。
这个不好说，就是先知如果顶出了这个鸟，其实也拖不到密码机压好，但是呢对于穷者来讲，他们可以比较舒服的打一个三人开门战，留有比较多的道具，佣兵这边来救呢，被雕像打一下什么的，如果说对吧，万一这边地堡打得好，确实也有可能救不下来，所以应该综上这些考虑吧，所以选择让前锋再一波撞救。前锋这边翻了个什么东西啊，可能翻了根针，他没用没换。有传送啊，有传送，这把低保是有传送有挽留的。机子已经差的不多了，前锋这台的话是肯定拦不住的，就看祭司这边的。祭司这边的话，就算你把祭司拦住了，其实还有一台啊，还有一台佣兵，还有一台呢，所以说这个局三人开门战还是有。前期还是前锋那波撞加上先知后面的牵制，把前期的低保的优势全部给打回来了，但是后面这波救人的话没有把鸟能够顶出来呢，这个节奏又回去了一些。现在双方的话我觉得是个五五开，五五开，可能低保还有一点点优势吧，六四开啊，六四开，差不多六四开，因为马基点亮了，有挽留的。雕像这边没有，地窖就在前面，嗯，传也不太敢传，你传过去一个祭司一个佣兵怎么敢传呢，不敢传的。这边的话就压住，先把前锋带走再说。一波前锋这边往前冲，冲地窖看一下能不能走，祭司啊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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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拉球，哎，这都没打中，完了，漂亮。低保不可能传的，这个不可能传的，外面一个祭司一个前锋，你走啊，外面一个祭司一个买血佣兵带护臂的怎么传，传不了的，他只能找这个前锋。这个前锋，哎，狐狸这边因为可能刚才那波撞就没扛到刀吧，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那个遗憾啊，但最终打出一个三跑还是非常 nice 的。